时间，欢迎来到 WTO 姐妹会。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题目哦，要讲到呢这个网络上很多人讲说，真的是这样子吗？什么？世界男人的长度啊，这个不是身高哦。这特别指这个地方没有错。哲欣哥，这个排名也就算了，他是把整个世界地图都列出来，用区域来看哦。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欢迎到八位新住民来跟我们来讨论了，欢迎你们。欢迎。哇。好感来哦，这个地区的跟人种，我们都尽量涵瓜在里面这样子。那当然呢，我们今天有请到了三位专业人士，对，对于这个人的身体非常多研究。为什么会专业的？我也不太清楚。那个，比如说像第一位，我们先欢迎昌明哥。我们是有深度、有长度的，我们有内涵的。第二位呢，我们秀琴姐，欢迎。我喜欢又大又直又住在大直的秀琴。精神，他喜欢强棒啊，强棒出击。但是为了防止我们节目歪掉，我们还请到一个专业的医师来。是的，欢迎郭秀医师。好，世界男人长度的排名哦，最大部分是灰色。我先讲一下，灰色是没有计算到的。哦，那是哪里？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对，这边这一大片也是都没有。但是呢，来看一下哦，我们从最短的开始看好了啊。最短。是绿色的啊，绿色的比较深一点的绿色啊，对，它呢，它的平均长度呢是9.3到10.5公分，所以大概是这样子，这能看吗？这个其实你不用比出来啦，哇，嘿，我们大家可以用想象的就知道长度啊。好，那重点呢，来看一下，不要变啊，你很棒，整个国家对不对？对，印度。啊！刚刚罗比南路嘛，印度、泰国、南韩，哦，泰国，所以呢，今天呢，开朗是来血耻的啊，是10.5公分到12公分呢，台湾、香港、日本、印尼、俄罗斯跟巴西，台湾怎么可能？大概这样子，不要比，你大概比错了，我们是这样子，加油！但最后面呢，西非国家 ，My God， 从几内亚比索一直到安哥拉，哦，就是西非海岸里面呢，都长度到17公分了，哇！刚才录影之前呢，高一林小姐说，她下辈子知道她要投胎到哪里去。是不是？不管是哪一个性别，其实都不错。所以呢，先请这个现场的男性朋友们把你全套牌先准备好哦。哎，关于这张地图的排名，可以接受的、认同的举圈，不能接受的请举叉，来请举牌。对，没有。对，我就真的要讲一句话，对。哦，你忍不住要先讲。我觉得这各位看这个统计有。不觉得很奇怪？他用什么方式来就调查这个统计呢？会不觉得怀疑吗？就拿尺去量啊，就这样子。好，怎么量？那好，量之前呢，要发威嘛，对不对？那用什么方式发威呢？用什么方式？用看照片还是自己想象的呢？对不对？对，医生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效果比较好？我觉得看比较效果比较好，但是想一下，反正那东方人看东方人的照片吗？那西方人要看西方人的照片，那要不同的标准去这个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去调查。哦，你说中间的可变的因素太多，怎么可以？对对嘛，不用嘛，那你就现场看，你就现场来量嘛。那我是韩国代表，台湾代表。我不用啊，因为我没有不服气啊。那然后就是我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用男生都有弧度，那用弧度用什么方式来测？什么？什么东西？弧度？弯的？有弧度？哇塞！杰米刚刚说什么？弯的？有弧度？它是直的啊，你弯的吗？哦，有没有看过？来，麻烦你解释。你要让他了解一下，你先，这个测量的这个方法标准是有问题，对，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韩国就归于到属于到那个，而且还输给日本。好，那刚刚蔡明哥说，哎，什么？我觉得现场公开就好了。对，那现场公开，自己的大小多大有吗？杰志哥有吗？蔡明哥有吗？
顾医生有吗？没有嘛，谁敢讲自己是多大呢？你敢不敢是没有需要？为什么要说这件事？真的啊，没有啦。可是我觉得他讲到一个点啊，因为我刚也许差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是为台湾的男人来发声一下，好不好？因为台湾男人的口碑大家都说好哈，是不是？他们要做口碑的啦，女孩子们啊，评价很高啊。那现场有两个是生三个的，应该是不错啦。是是，那这个重点是这样，我觉得他也要看是什么世代。因为不同年龄、不同世代，有时候会让你出乎意料。哎呦，比如说你可能老一辈的人，他因为他的饮食可能以前比较困苦，那也许是你统计出来是在什么年纪的不知道。你跟你儿子想哪个比吗？没有，我儿子还没大，但是我跟你讲，高三，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高三到大一的年纪，是有一天他跟我讲，因为你知道在那个青春成长期啊，大家都很喜欢什么比大小啦，在玩什么的，有没有？他说他有一天回来，他们同学自己量。跟他讲多少公分，你知道？15。哦，这个年纪是我说，哎，哎呦，比叔叔还厉害哦。所以昌平哥，你是在标准值内的，比较标准哦，我们也不要碰轰啊。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所以昌平哥有量过。不是，我15就快要搬到西非去了，我不是嘛哦。对呀、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哎，那会不会是因为不同年纪、不同世代，营养成分、环境不同，所以它可能这个数字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有可能，跟我们看一片差不多啊。哦，对啊，就是医生还是讲看一片的。你医生，你还需要看 A 片？总是要了解一下市场调查。这一集我昨天才看，那这些他这辈子都没有看过，他不需要看。那问一下葛昕，你刚站成打画叉叉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就是我有好奇，我昨天晚上我量过自己。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量的呢？就是晚上啊，睡觉前就跟。对啊，那个跟老婆那个之前啦，对。哦。我的是大概。你不要这样。哎呦！16公分那个。你是说那一只小黄瓜有16公分？对对对，因为那个它的那个我不晓得不清楚，他们量哪一个长度？我解释一下，就比如说这样的话是前面还是对比较靠近肚子那边，他们量的是哪一个长度？就这个是弧度，告诉你。然后我有疑问呢，这个地图啦，这个方面的调查，因为。我觉得哦，这种调查的话，一定要找一些丰富那个资料比较丰富的公司的调查，对才对嘛。那比如说日本的话，就全球性的那个保险道公司冈本，对，还有那个情趣用品那个典雅，对，他们有发表自己的那个调查的结果。那我今天我看了，我这个比较准吗？哇，你就认真呢哦。对，那个冈本的话，日本不能输。针对那个东京的100个人的男生的那个就调查结果是平均哦15.1，哦15呢？哦不准，我们看影片不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情趣用品的典雅，他的那个调查就是针对50万个人。50万个人的结果，对，然后呢，日本人的就13.5，其次啊，这落差很大。对呢，我觉得那个不对呢。来，那问一下那三牛，看这个蛮高兴的啊，因为我终于有彻底打败凯朗哥。没有，等一下，好开心。那个歌戏就很大方，有跟我们透露他的尺寸，不是吗？对，好了，这个我也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而且我觉得男生该是对他自己的尺寸，你们有问过我们想不想知道吗？就男生该是对他自己的尺寸有把握，有自信啊，这样子，所以可以跟你们讲，这个我是八公分。这什么啦？是啊，我只有8公分。但我觉得也 OK 啊，然后我老婆也跟我讲，哎，其实这个宽度很不错，宽度，那你快点说，你先这样，宽度大公分，平均大概会阴的这个宽度啊，就是大概容纳的话。到不了8公分哎，我这样是15公分啦，所以他那个算是一种疾病吗？那个啊，老婆会不会有点不舒服啊？事业伤啊，还是太
好，就没有那么宽，也没有那么宽，开心吗？是，但是要问一下孔锵，我这句话我超级认同。哦，我认同，对啊，因为非洲男人，你讲就讲，不要挑眉嘛。对与中不懂，虽然我不是西非男人，但是我所以跟你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啊，南非男人的难度比起来没有差。你们有比过吗？有有啊，有，你们有办奥运会之类的？对啊，有，没有差，对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为了要做这一集啊，也不是只有访问现场四位的男性兄弟姐妹兄弟而已，其实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些男生的新住民呢，也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想法。来，男生仓库是其实没什么大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男生的硬度。自身单位哦，在平等一点，长度、硬度，然后形状哦，这样子综合的。世界排名这样子的话，其实日本人一定会就上。我之前很严重的时候，刚好跟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这边的人都一起去过那个温泉，其实他们亚洲比较多，那个女士，可是这个不是真的不太对，因为我看。我们这里是女士，就可能写话说了，其实可能是红色。我告诉你，这个是小朋友的吗？还是怎么样？大人的。大人吗？我觉得还不对吧，是在墨西哥，我觉得应该在这边吧。我觉得自己对这个数字不太满意，然后我觉得也有一些国家很诡异，所以比方说意大利。意大利人跟法国人、西班牙人都这么两样，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意大利人长度比较大？下面的部分我非常的认同，我完全不赞同这个。我们德国哪有是第三名？给你们看一个，这个才是正确的。你看全世界的 size 嘛，第一刚果，第二德国，这个都是废话，不要讲屁。蛮生气的耶！我觉得那个阿福是说的对的，我看过阿福的，阿福这个，阿福不是人，阿福是神。你为什么会看过他的？阿福是 animal， 那在洗手间，对。啊！一直尿尿。你没事尿尿，你干嘛要这样探头啊？你太折返呢。对。干嘛？对啊。看一下。好奇是不是？哎，那你问一下小诗，是他们前面讲什么？我难怪他会嫁来台湾。泰国最后一个，泰国是深绿色的哦，对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我爸怎么做爸爸、啊？我现在连我爸爸都翻出来讲哦，翻出来，你有把他翻出来看？我觉得我爸爸还蛮大的耶，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是他的要洗澡，他都会一条内裤这样。然后我小的时候不懂嘛，就是已经看习惯，看到大也是这样看。可是那个还蛮大的。可是小时候看什么都觉得很大。没有发现吗？再问一下香妮，那你呢？你怎么看？我没有保证所有的台湾人，但是我是可以保证我老公。哦，对对对，因为以前在娘家的时候都是。听说都是台湾，都是台湾、日本、韩国之类的，哈，就是 size 比较小，比较短啊，哈。啊，后来我没有想到那么多，那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还没有要嫁了。但是后来认识我老公的时候，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真的跟我老公交往的话。我下辈子的幸福怎么过？先想到这个，因为你的个子比你老公高大。对，但是我不要看那个高跟低啊。我们人矮的话是最恐怖的，我先跟你讲。恐怖都出来了。恐怖的意思是？你好好讲哦。恐怖怎么会有危险的？后来，但是后来我想说没关系。勇敢看再哎呀，那时候你才十几岁而已啊，对不对？后来还不错，是不会说很过分的，不会说像我们的 size 啊，但是呢，可以接受，所以就决定嫁了。
剁下来。是哦，对，好用不能浪费。好用不能浪费，对不对？然后 Jenny 啊，对，我根据我的观察哈，我看那个 A 片里面啊，通常那个非洲籍的主角，还有那个白人，尤其是运动员呐、啊，那广告内衣裤广告，它下面那一包哦，就是很有分量，很重，你知道吗？所以那个表应该也是对的，但是其实我觉得长没有用，因为你长的跟那个水蛇一样，就软趴趴，你没有用啊。哦，就是这样才有吧？还有技巧，是，我觉得这个刚刚好，有声音。对，有些人就不然他我看到，所以你交往的时候都要求另外一半先敲桌子给你看，促进，你知道吗？真的，女生通常都觉得长哦没有用，最重要是你那个硬度跟技巧配合起来，要妹才可以，促进。我觉得重点是女生阴道的长度啦。哦，对啊，因为平均起来，英国的调查是7到8公分，平均啊。但是我们的那个性就是会 sexual arousal， 就是会让她性有感觉的这个神经都分布在下三分，兴奋的分布在下三分之一啊。所以如果你算15公分下三分之一，也就5公分啊。哦，那你5公分够了。没有啊，也不是够了，就是重点在那5公分啊，对啊，所以进去，一边就好了，一半就好了。太长太硬，其实有时候不舒服啊。来开招，关于性跟爱的谣言，哎呦，到底知道多少呢？对，来请问一下昌明哥，你觉得你最认同哪一个？你最认同？你相信哪一个？对，我觉得这里面其实真的大部分都是。谣言居多哎，真的，我认为是哎，所以你说你不爱大胸部的，还好，因为你太过大的话，有的时候他会比如说跑到肚脐眼来啦，没有那么大，是挨骂了，那个木瓜来了，然后呢，甚至你躺下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甩到你，就是分开，他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画面是那么美的，其实并不一定，我认为是匀称最好。比如说你要针对你的身高、你的体型，可能有的人适合 B， 有的人适合 C， 有的人适合 D， 不见得说一定要大就是好看，不一定。昌明哥都没有提到 A 跟 B， 只有你看 C 也D 也，对啊，太难了，都没有 A， 没有往下，一直往上，那也不要太小。来问一下葛西，你觉得呢？认同的是第一个啦，男人想要性，女人想要爱。对，因为日本有一个格言叫做这个 H 呢，等于爱的二。那是叫解释一下，H 就是日本的做爱的意思，爱是爱情的意思。对，所以这个好像是做爱之后才有爱，这个男生针对那个爱情的观念是这样子啊。有性之后是男生确认这个身体是他喜欢的，所以他才要有感觉，要不要爱吗？其实应该是说，男人跟女人在交往之初。刚开始男人的画面跟女人画面是不一样的，女人的画面可能讲说，哎，那这个男人有没有体贴，对我会不会好，他想的是精神层面的，可是男人可能一交往下去，一开始脑袋浮现是我什么时候可以把你扒光，所以两个人的顺序步骤可能不太一样，不一样，对对对对，我说那个第二个好了，那个爱跟恨是两个觉得那个不对呢，我觉得是爱跟恨就是什么表里如一，表里如一的，我觉得，因为刚好有那个有中文歌，有一个《广岛之恋》，广岛之恋》的歌词里面就有解释啊，这个，哎呦，如果时间好好来爱你，这该听着风流的游戏，然后这边下面，如果时间好好来恨你，对吗？这是表里如一啦，爱跟恨就是这样子，对啊。我在日本有拍很多那个 AV， 对，那个地方也是我是不认同的，因为现在是针对女生的那种 A 片有很多，是专门给女生看。什么？他喜欢什么？你们快点，5、4、3、2，你看可以了，来，太快了，我承认。不错，对，我有那种有
感情上的那种作品了啦，对，哦，就剧情的，这样跟男生看守不一样。男生的 A 片很像奥运会，就是运动，对，运动，就从就是不停的这样，它是剧情的，都有剧情呢，对对对。而且那个上面的男生都长得很好看，很欧巴的哎，好美男哦，就颠覆我对于日本男生的想象。哦，真的吗？因为以前看到的都是那种你知道很瘦弱啊，像黑，很干。但是你看，你看的是上个世纪了吧？你很久没看了哦。不是我的菜，只是这样讲。是啊。哦。但是接下来像第四个也是我不认同的。我讲到 A B A 那个 A 变好了，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是之前有那巨乳嘛，巨乳那个分类，巨巨大的童巨乳，对对。那现在是还有什么平乳啊，平乳、微乳啊，这种对，对有这种分类。平是很可怜，很可怜。对对对，那就是微乳的话，就差不多从去年开始流行的那种。这个那种有很多微乳啊、平乳啊，要有作品也有了。不是在作品柜，那你们日本的男人是喜欢这样子的，是吧？最近流行喜欢大的就喜欢平的也都有了啦。广东话有个叫卡手波啊，卡手盖手可以盖着，就刚刚好，不用大也不用小，对手可以盖住的手，自己手波，卡手就把它盖住，盖住可以盖住。你说男生那个是最标准的，男生的手盖住盖住，我也是我也是用女生的手盖住男生这样，那也太少。你要看自己的手了，哲欣哥，你手拿起来，你可以刚刚不会拿起来的，就完美了。男人想要性，女人想要爱，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女生也很想要性啦。对，对，哇塞，那不然像你姐怎么会想到第一个看到她老公，然后突然想要哦，我的下一辈子，这个就是想要性了嘛？对，也是会想。如果说男人不是想只有想要性，应该就是做完就会告诉你说哦，我爱你什么的。可是大部分。我不能讲大部分，感觉好像我都是用很多。对，听说过的。我怎么把我老公拉出来的？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准的。第三点就是色情用品。有用作品，作品，用品，也可以啊。小四，你现在是有画面还是？对，都有画面的。我说这个男生是比较多。啊，我是有那个，我在国中国二的时候，哎呦，最有经验了，不是啦，你讲话都讲到一半，我是有那个，我们在那个时候啦，就是有一个流传，不是流出来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另外一个学校，他们就在做那一件事情。然后就流出来了，影片流出来了，讲什么？流出来了，讲两次，我在等你。光影片啊，影片，应该是说别校的，当然是影片，不然你们想着流什么？流出来了，到他们学校流行，有可能这么说。请大家原谅我的卡。然后是用那个电脑嘛，然后他去维修还是怎样吧，就是流出就外流的啦，外流不要流出来，外流。好，然后大家都会想要看说这个女生是谁，这个男生是谁，大家都看。那你有看到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看人家做爱的这个，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是。那我就看的根本都没有看到东西，什么东西？你想看什么？男生他们就很嗨的在那边笑笑的，女生就坐在那边，我们还就是讨论哦，就是好像开会一样，就那边那有什么就没什么意义。可是我觉得我长大了之后，我看到的那个 A 片有没有？我发现比较清楚，没错，可是是日本的。我在那边，我记得我看到第一次，我这笑死人了。笑出来哦！哪一个点？哪一个点让你有笑的？原来那个可以吃哦。林小心，日本怎么那么短呢？怎么那么小？怎么那么？我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去拍 A 片，然后他这样子还可以出来卖？不是，不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很爱看？我觉得很好奇。不是我觉得那个处女部分就是那个，其实女生也是非常需要那个要那个男生自己的男生，就是一个处男，就是没有一个碰过其他女人，会吗？没有吧？没经验，没经验的男生没。
凯朗，我真的不同意你在讲什么。这个男生真的要改，因为他们就是已经男生可以找到很多女朋友，然后女生不可以。对，像我老公他用。他不想知道，他不想知道，他不想知道我之前有几个男朋友，他会想就没有了。但是他没办法就遇到的。对啊，就没办法。然后男生真的要改一下，就不可能了。想法，对，观念，对对对。如果真的是太想的话，其实现在啊，处女可以人工做的那个膜啊，就你那么想要有那个梦幻的感觉，其实可以花钱重新再拉那个。磨在里面，真的可以做啊，但是就是还是要有剩一点点会比较好做。对，那如果都已经没有的话，要做有点难。对啊，那结论就是那个什么，不管是处男处女哈，我们现在身边的亲爱的人都是最后的爱情。你不要再讲话了。是我身，其实身边有有。好了，开朗是在收个尾啦。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谣言嘛，传说，比如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男生就做爱之前把鸡鸡放在生啤酒里，可以杀精，可以杀精子。哦，对，就啤酒鸡啦。啤酒鸡，啤酒鸡，还有或者是什么？就做完之后就把。那个可乐摇一摇，摇摇然后就放进去的话，可以不会怀孕。你去哪里？你先拿可乐，先拿可乐来洗身体。行为结束之后，就是对，不会怀孕，可以杀精的，可以杀精的，对对对对，这插在女生里面的，对，插，我插在女生，我是拿来洗的，洗而已啊，洗啊，用洗，然后用对，我对，你要用对，你说插。我想说你，我不方便讲，你大概知道嘛。可乐倒是有可能，没效啊！你那个放进去，怎么可能杀菌？怎么可以杀菌？它竟然没出来啊！对，对啊，在尿道里。对啊，对。而且我们就比如说尿道发炎这个东西，就是细菌往里面跑。哎呦！那男生的话，因为长度尿道到那个里面膀胱大概15公分，女生大概才4公分到7公分之间，所以女生她比较容易膀胱炎嘛。她就是说你喝水跟你的细菌往上跑，看谁比赛谁赢。啊，你这个就是男生就已经本来就。这个他啤酒上不去啦，可乐倒是有可能，因为我们这个体外受精哈，它其实本身成功率就有40%啦，就是说就是说他失败，他大概就是体外受精，应该说你是说不小心，万一留在什么地方，一个女生坐下去之后，他成功的几率有40%？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带这个保险套，然后这个使用这个，就可能有一些精液遗留在体内里面的话，大概其实就是它真的可以造成避孕的效果是60%啊，对啊，可以造成避孕效果是60%，但是就是说会失败嘛，60%就55%啦，就等于说没什么效果哈，所以就代表说其实只要一点点精虫在里面，其实就有可能怀孕。那当然，如果说你把这个量冲淡了，用某一个溶液把它冲淡，它的这个怀孕率可以稍微下降一点，是有可能。但我猜应该全世界没有人做过这个统计啊。那我特别去查一下可乐的 pH 值哈，大概落在2.5到4之间啊。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类似复解液那种概念的，所以它也不会让这个里面的 pH 值被中和掉，不会造成这种因为我们 pH 值在。阴道里面有点弱酸性是很重要的啊，女生里面它里面会有乳酸菌，才可以到达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平衡，不容易感染。所以如果你用大量的水冲洗，或者你用肥皂水冲洗，可能之后会感染啊。那可乐的话，稍微有点偏酸性啊，所以不会感染是吗？所以就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啦，对，它是甜的，就要洗干净，它用无糖，所以它就是糖可乐，太可乐。但是我请教，既然讲到避孕这个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都不太懂事，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年轻人就出尝禁果，然后你说啊，糟了，会不会怀孕了？然后我以前就看我同学啊，就没事哦，就在走廊就一直跳，就一直跳，一直跳。这有用吗？他说看把它震出来就不会怀孕。可是我们泰国也有听说，我有听说，就是做完那个事情之后，女生为了要杀这个东西，杀精，杀精出去，就是要把那个米酒加糖，然后喝更黄的东西，不是洗哦，没有，本来是会变血块，是不是？如果说有生命了，就会变血块。你说会拉胎哦？对，就会流掉，不会流掉，都会液晶人工流产哦，就是事后药的意思啊。米酒加糖，这个变避孕药，对不对？那之后你知道原住民喝多少吗？真的，都没有效。
怎么都没有笑？我听说他们很，不是听说，还蛮多人用这个方式。应该是专门想喝酒啦。像那个，我有去过俄罗斯嘛，俄罗斯有时候零下都好二三十度啊，他们喝高就是喝那个 whisky， 哎不是啦 ，vodka 是他们就是最平常的，满街都在卖，一瓶可能才台币100块。那这个的话，你看他们也没有流产率比较高啊。对啊，所以其实以逻辑推理来讲的话，应该是没什么效果的。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还有，听说就是还没有怀孕之前，就是只要有性，有就是有做爱的女生，胸部会胀。这个是对吗？没有生小孩，每做一次胸部就会长大一点，就是会长大，就一年大一寸就对了啦。是这样吗？跟发育期有关吧？对呀，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泰国的时候要看哪个同学他有没有性，就是被偷藏禁果，对，被吃了，就是看他胸部。他本来胸部是像我们这样扁扁的嘛，对，然后突然他就蹦起来这样，对，就是出来哇，就是人还没到，这个先到了，就是对，就是等于说我这个有被人还没到，听说他们说被按过的便便，可是医师真的吗？胸部这样子越摸越。身体的荷尔蒙有关系了，就是说我们28天周期里面有一些周期波动，所以在月经来之前会有一些胸部肿胀，所以会不会是他可能正在那个时期有胸部比较变大？那我以前国中的经验是，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突然变大了，就问一下啊，妈妈带去买胸罩。哦，有时候是可能是有胸罩的影响，对啊，错觉，会不会对，错觉，误会大了，你不要那么愚妇了，你听我的。我们香港朋友有一个想法，男生朋友叫我的，他说如果你想要就是持久一点，男生想要持久一点，你就是用牙膏薄荷的那个口味的，擦在你那个龟头前面，不是有个坑吗？不是有个凹进去的吗？然后都挤一点，就好就。一点点挤在那边，然后加一点水进去揉一下，它就会有泡泡，对不对？所以它会那个凉凉的感觉，可以让你那个神经的过敏度降低，敏感度不是过敏度，对敏感度那个不会动作要小心，不会那么的清晰，不会那么清晰。还有，因为小朋友，小朋友用这个系的，要编死我了。就你怎么在这里？小朋友啊，听我讲，小朋友牙膏啊，不是有那个草莓的口味或者葡萄的口味吗？那种的也不错，因为那个香味可以让你的有味道，可以舒压，你不紧张，就你闻到有那个清新的味道，就你没有压力，舒压还是负担？女生吧，女生啊，男生闻不到。对，而且我会闻得到，因为呢有果香的味道，所以心情变好，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要看过敏牙膏了。美白也不是很牛。对，大家如果不喜欢牙膏也没关系。还有，我还有一个是叫冰火五重天的锻炼法。冰火五重天，对，这个就等于锻炼法，有做运动就对了。它就是用一个热水跟冷的水嘛，冷的水要加冰块才对啊，你就泡，就。好像是韩国人参那个放泡在里面呢，你是说小孩子需要泡这边转一下，那边转一下，对，一下，也是其实跟那个牙膏的道理是一样的，把它的过敏感度降低，对，你到时候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刺激的感觉，你可以维持的久一点，知道吗？所以这个比较有根据吧。要不要冲干净再？当然要啊，为什么不用？等一下，我先问你们，你们有用过那种肥皂或是沐浴乳里面有加过薄荷的吗？有，洗头水有了啊。对，你们没有觉得说不有，尤其是洗身体有冷的感觉，是凉凉的。那其实用那个就好了啊，干嘛用牙膏？其实都可以，因为牙膏就球球不小心吃到也不会怎么样。对，要可以没错。牙膏是可以啦，但是可能不同口味真的有差别啊。就是薄荷的，你都试过，你怎么知道？有建议过。就是薄荷的才有效果嘛，理论上来讲应该就有点清凉的薄荷的那种才会
就是等于分散一下那个注意力，让敏感度降低。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有效果，就是以理论上来讲有效果。但是呢，如果你涂到尿道里面的话，会很痛哦。对啊。不要投外面的，投这里好了。一边边，我一直注意黑色笔盖，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那种大型的药房里面呢，他们确实是有专门应付这样子状况的。轻微的麻醉的药剂，药膏，麻醉药膏，哦，所以大家不妨尝试那个就好，就不要随便拿有磨砂效果、美白效果的牙膏来试。不是，其实也不用刻意尝试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女生在这方面的契合度不是说一定要很久她们才会好，对不对？是，对啊，其实是时间刚刚好，两个人契合度各方面刚刚好，我觉得就很好。可是男生跟女生的那个刚刚好的时间不一样啊。对，男生觉得我刚刚好，女生哎我还没好。原住民不太一样哦，真的真的。来来，可以啊，你有问题要问医师吗？对，我有个问题，就是在韩国一个传言说，男生有一辈子有固定的次数，就是平均2500次上下这样子。他们是用次数，然后台湾的男生传说的是宝特瓶。哦，八雕酒，对，不是男生，精力啊。我们对，我们说啊，如果你这辈子大概满了两个宝特瓶的量之后，你差不多就 game over， 就超精尽人亡。就台湾的男人讲的是这个。其实我们医学整个的概念，生理学很简单，有一个的器官你常用，它就会变得身体其他的能量跟细胞会去支援它，让它变成一个就是很活跃的一个器官。就好像我们运动员在强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肌肉只要一直做训练，它其实就会强健，会肥大。对，那其实以理论上来讲的话，但是还有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受伤了，它其实会萎缩。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人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规则的运动，但是在比较年纪大的时候要避免受伤。我觉得整个观念应该是这样子啦，所以可以运动，小心动。对，小心动。对对对对。发过一个常说说，做那个做 I 就可以减肥，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100到200卡，然后站起来就站起来，我跟效果更好。可以吗？消耗的卡路里，这么说很累啊。对啊，所以发过人大家建议。我有去网站上看一下，就是我们卫福部公布的，在30分钟60公斤的成人，那如果说他用慢走，然后还有快走，然后还有慢跑的话，消耗的卡路里大概就是100、150跟250。那如果你跑快一点的话是380啦。哦，我是觉得一个正常的性行为是要边行房边跑步是吧？是这意思吗？用这个的，好累啊！用这个比例来看一下，我就累了。理论上应该是100到150间啦。哦，人家说看鬼片会消耗热量啊，可以大概看完一部鬼片大概快200大卡。吓到了，因为你要不断吓到，一直吓到消耗热量啊，这有统计的。真的，一边做一边看鬼片。哦哟。太苦了，就要问一下那三牛，是有问题吗？我的话有个说法，就是说那个就特别壮的那种，像那个史诺瓦辛格那种类型的人，他们下面会很小。那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就是因为他们下面很小，他们会特别去那个练肌肉去弥补他们的缺点。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也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去练练之后，那那个细胞能源那个资源都会跑到那个肌肉去别的地方去，所以另外一些部分会被忽略，就是缺乏它的营养被分掉。是是是啊，就不知道有没有道理。长度应该是已经决定好了啦，理论上照2005年那位荣总医师的这个的调查的话，应该是跟身高有关系啦，还有一个身高的比例乘以多少，再挂号多少乘多少，所以从155公分到180公分，其实它长度是渐渐递增的啦。哦，递增，渐渐。我不是看鼻子大小的。对，所以理论上是应该是。那有一阵子大家都去隆鼻。我们不会去看手，也不会去看鼻子啦。你们看啊，就直接看那里。直接看那里，何必呢？这么累。我们都是会看哪里，都是像前面讲过，都是人都是。高啊之类的，对，我们不会去，我们高的人我们不怕，我们对吧？比较矮的人，160、165左右都这样的男生，但是有点矮，对，有点矮。问题，但是高度都长到别的地方去啊。哦，你知道吗？变长度。我有一个朋友嘛，你的朋友啊，都是跟一个黑人家玩啊，他们生。
都是认识很久，后来都是决定交往，但是我这个朋友考虑很久的原因是什么样？他们交往的时候一定要上床，要上床嘛，对不对？但是有一天我去找他的时候，都是他给我开门，都是叫脚有点开开的。啊，结果我都是问他你怎么了？你知道吗？我但真的想说，他真的想说，本来也是听说嘛，后来他真的跟这个黑人交往的时候，真的一定够大够粗啊，你知道吗？后来他们交往一阵子，没有多久，他就坐轮椅。后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想要放也，等你不放也不行，放也不行，等你。不是，你是说分手的意思？分手，对啊，都是分手。我也想想要放。不是，我跟你讲，他想分又舍不得。他舍不得，因为爸以后找到没有那么大。他们后来都真的撤了，因为他一定受不了，真的太大了。OK。所以说我们国家都是会想说，女人真的要交给不是不管家还是交一个男朋友，比较矮还是黑人，真的那个胃口真的要很大，不然的话你受不了。刚刚讲的是没有错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是黑人有利啊。我不知道。我真的要感谢神哦，给我们。神啊，三弟，我谢谢你给我们这个。你感谢父母就好了。优惠，对，你爸妈优惠，这是优惠啊。所以这真的不错，没，真的很好啊。来，医生请回答。刚刚他们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总结就是。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是，我觉得性行为很重要的是要循序渐进啦。对，因为女孩子她就像刚刚讲的谬论的第一点，就是说女生想要就是想要爱，男生想要性。其实女生在这方面是很感性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性行为的时候，是有点像是要就是我们在就是演奏一首歌一样，从一开始是轻快节奏慢慢加上去，然后副歌是最后啦，不能一开始就重炮的大声，动之动之是不是？对。那我们的这个敏感带主要是从我们的生殖器，这是第一名啊。第二名的话大概是乳房、乳头。第三名大概是嘴巴、亲嘴。第四名的话是肌肤啦，包括摸肚子、腰部、臀部、大腿。好，所以其实应该从这四往一慢慢这样子前进，才可以从主歌慢慢播到副歌，最后高潮的结尾。哎呦，非常好。孔鏘都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颠倒，他就一而已。孔鏘是舞曲，没有一，从头到尾都是舞曲。所以刚刚大家笑完就好哈。医生讲的这些知识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重点是我们要尊重异性的身体哦。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影片结束了，请大家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拜拜。